我们还默默买超多。嗯。我们还你要过马路吗？应该很好吃。什么叫应该很好吃？哦，我们的玩具没有了。那个旗鱼面线里面的旗鱼是他们自己搞的，他们钓的。对。What？ 自钓自做。他们的旗鱼是不小心钓出来的。怎么还有？一个蛮乖啊。所以他们钓出来的。他们要去太平洋钓旗鱼哦，不然哪里会有旗鱼啊？基隆车站还会分南，那意思是从另外。